站住！慌慌张张的，成何体统？爹，我那……跟我出去看看。 大管家，我已经教训了犬子，也向提督大人保证过，你近日前来所谓……问问你家公子，昨天夜里都做了什么？提督大人说了，今天就给你开一张去天津的调令。东西你可以慢慢收拾，但是贵公子必须立刻、马上滚出京城。 正午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他会不会把我们忘记了？嗯，喂，宝的小姑娘，乔乔，你等我一下。